Thank you. Ta-da! How I eat 高丽菜. X. 嗯，嘿 ，X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船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潘颂。哇，很大哎，这个。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出得去。我们出去湖里面啦。什么叫做 no wake zone 啊？就是不能开不能起浪。哦，那个我脚踝这个地方晒黑了，现在一穿再短一点裤子就变得有色了。这景色蛮美的。全部脸上都是水。 X 是不是刚颠得好恶心，我都想吐了。 X 你想不想吐？我都躺这儿了。阿凡放开啊。拍下来。空的，然后我要干嘛呢？把手机放下先。啊。Hello， 我刚才下班路过这个麦当劳，看看有没有那个玩具，结果。好像有哦，我应该没有看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它缺的其中一个，然后我就又买了一个 Happy Meal。我要到现在打开来确认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刚才瞄了一眼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就是感觉那个服务生有一点，就是觉得我先问了，然后再买有点烦的样子。哎，好像是耶，好像是的。对了，应该就是他了，耶、yeah! ！Hello， 今天是周天，然后我们今天家里面都叫外卖，然后我就是叫的这个舒芙蕾这家店。哈，他这个外卖就没有那个漂亮的样子了，我看看，等一下我把它转到盘子上面会不会好一点？这个舒芙蕾啊，就是一个我挑战过两次。为了它，我还买了一个那个搅拌机，结果都没有成功的一个 pancake， 所以我只能点外卖吃。来，我把这个弄出来。它这个打包的，哇，这个这家店这样子其实还蛮不适合做外卖的耶。嗯，它这个 tiramisu 是这样，那是啥情况呢？我是把它倒上去吗？它是。它是一整盒奶油，这咋搞啊？嗯，那就只能是奶油放上去了，差不多吧。发挥一下我的。哇，这个瞬间没了它的美貌，只能这样补救了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样看上去好简陋啊，只能这样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这一个我叫的是 tiramisu 的这个 pancake， 然后我另外这个是它的 signature 的 pancake， 就是最基础的，我估计它那个奶油就是原味的吧。这个 pancake 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我们家那个电动的那个就是搅拌的那个机器，就是为了做它而买的，结果最后就用了
试了两次都没成功。这水果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在家自己切一点，不用再，他们配的水果其实都有点少。哦，它这个也是一个奶油嘞，你看就是很硬的。OK， 这回我学聪明了，我的这个水果反正都要被覆盖住的，就这样吧，来啦。还有一个香蕉，香蕉不能少。这样，那我们今天的晚餐呢是一碗水煮肉片，但是它又是手工炸串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家。首先呢，这个就是它的水煮肉片，但是它这个水煮肉片的话不是固定的，它是我自己，就是它是可能一个固定的汤底，然后我自己选里面要加什么，就好像麻辣烫一样，等一下试试看好不好吃。然后另外呢，我就买了几个这种炸串，我又要把它们都拆包出来。啊，我刚才把这些东西都拆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是点了这种豆腐的，然后烧烤就是超爱吃高丽菜，但是这一家的这个茄子原来是这种炸的，我以为是那种蒜蓉的湿的，结果它是裹了那个面炸的。然后肉的话，我就点了羊肉、香肠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鸡胗还是什么东西的，然后还有鸡软骨。我们的饭来啦！Thank you。哇，我们这个可以，一个人一个人半只鸡，应该是。这个应该好吃。这么多。So one more dish to get you. Thank you. 介绍说夏天就是要喝人参鸡汤，然后他还配了一个面条。你拿走一点，让你不能吃。啊，我怕烫到。我们没有自己的小碟子的吗？没有。炸鸡。然后这个里面是鸡的肚子里面塞满了这个饭。饿完了，我是把肉吃了。哇，今天终于来了，我刚刚点的是这个，然后和这个。这个小店的人还挺多的。这一个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看名字我不太懂，所以我就点了它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惨状，因为我们赶时间，等一下要去打球，然后我迟到了，我晚了，所以赶快随便吃一吃。
丰富 cheesecake 是好吃的，不甜，那个 cheese 比较淡。现在是打球打了大概10分钟，然后已经累得不行了，所以现在在旁边休息偷懒。其实我每周好像还是有尽量坚持到跟大家参加这个活动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球技没有任何进步，所以我就很少去录它，感觉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下个礼拜吧，下个礼拜说不定下个礼拜我就进步神速了。我最近在练这个，就是捡球，也不是最近啦，就是上个礼拜，因为我看他们都会捡，然后我也在学。喂，失败。大家应该不知道，我是蹲着一个非常低、非常低的马步，然后再捡。但是蹲这么低，为了捡这个球，意义何在？这是我经典的酿青椒，最爱最爱。哒啦，这次我生日大家给我送的乐高，来看看。第一个是这个地球仪，我好抠的，我都一直舍不得买它。然后我还想买那个世界地图，到时候我要买世界地图跟它配一套。然后呢，另外这个就是今年的街景系列的这个酒店。好了，我把它拿出来了，哈哈，这个酒店好看呢。每年我都是等到有送礼的时候才舍得买，结果今年的已经到手啦， Thank you baby。 好，最后再看一眼拿出来的这个地球仪。地球仪的话，其实我之前就很喜欢，超赞的，耶，嘿嘿。